鸣笛声响起，大家一起迈出步伐，展开健走。北区国税局每年都会举办租税宣导健走活动，今年因疫情将活动改为网络报名，各自健走。不过报名需要捐出2张云端发票。我们一律是这个网络报名啊，报名以后你捐2张这个云端发票，好，然后你就可以自己找时间，在2周内，也就从今天我们记者会后就开始开放网络报名，所以从今天一直到11月12号，有2周的时间。那这个健走，然后你就完成以后，你就把这个健走这个轨迹啊，哈，上传，好，它这个截图把它上传，那就完成了这个健走的活动，哈，那就可以参加抽奖。民众报名后，在活动期间只要利用运动轨迹完成指定健走路线，就能参加抽奖，有电视、吸尘器、飞轮等大奖。前2000米完成健走的人还可以获得早鸟奖超商礼券。我们有那个 Dyson 的这个无线这个吸尘器，哈，有50寸的液晶电视，哈，那还有这个飞轮的健康车，哈，那还有就是说我们的前2000名，啊，前2000名会有一个早鸟奖，就是100块啊 ，7-Eleven 的一个这个电子哈礼券啊。那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哈，那是这个募集到的发票，我们是送给4家哈我们桃园地区的这个社福团体。发票集爱心幸福去购购租税宣导健走活动，从即日起到11月12号，健走路线沿途还设有2个打卡点，并且加码办脸书周周抽大奖，还有机会抽中智慧运动手环等精美奖品。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。